种认识的指向问题呢，在解释当中一直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那么 ES5 中都有比较复杂的一种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 ES6 当中呢，那么它和 ES5 当中又有一些区别在这里边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区别到底有哪些我们先看这个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普通函数中的这是指向问题。那么我们 ES5 当中ES5 当中这个普通函数当中ES 的指向是指向温度的。那么在我们 ES 当中它和我们的普通函数这个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比如说这里边定一个 FOO，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去输出这个 this， 输出 this 那么呢我们直接去调用大家发现在这里边呢我们的这个 this 也是指向这个 window 的指向 window 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我如果说我在对应里边我们来使用 this 的话在这边是一个我一个 obj， 然后对象里边一个 name， 做 say hello， 输出这个名字，这是我们的方式。我们来输出 this 点 name， 这是我们 ES5 的写法我们现在是obj 来进行调用的话，ES5 当中这个 this 通常是谁调用指向谁这地方是 say hello。那么在这里边呢，为了区分开我们在这地方 void 一个 name 为什么呢？为 window。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此时我们看这个name 它说什么这地方是说出 join 的证明这个 this 是指向这个。obj 的指向 obj 的 c obj 来调用这个 c hello 它是指向这个 obj。现在呢，我们来换一种写法把这个除去掉把它拿过来重新写一下，我一个 obj， 然后这地方呢是仍然是 name， join， 然后是 c hello， 这地方呢我们用这种函数来表示，这地方输出。this 点 name， 我们再进行一下这个调用可以看一看此时的这个this 是指向谁的。我们得到这个 window 那么这个和我们上面就有一点不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同学可能有点疑问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也是 obj 来调用这个 c hello 的方法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么 obj 的这个 z 在这个建筑函数中这个 this 的指向它有这样一条规则，它是指向定义时所在的这个中域，而不是说指向执行时所在的中域。那么在这里边this 是指向定义时所在的中域，而不是执行时所在的中域。那么这里边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建筑函数在什么一个环境下进行定义的那么它这个 this 指向该环境而不是说它这个地方它在执行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它所在的中域。那么此时大家可能会认为，那么这个 say hello 这个建筑函数是在 obj 中定义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一个对象的属性的一个定义或者方法的定义，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上面这个代码可以转换成它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一个 obj， 然后是一个空的对象，然后是给这个 obj 附上相应的这个属性 join， 然后是 obj 点 say hello， 然后这地方呢是control log this 点 name 这点 name， 这地方我们看一看它仍然是输出 window 的。那么它其实这个方法在定义的时候这个函数在定义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它这个此时的中域其实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时候 this 的输出什么它这个 this 是就是指向这个输出的
这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地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仍然是以这个对象为例。好，我们这地方呢，我们就不这样来写了，然后总来写呢是一个方格线啊，用普通的写法。然后只不过啊，在这里边我加一个 set timeout。set timeout 啊，我用一个键内部用一个键动函数来表示我们要多少秒之后要执行一次的这个方法。好，这地方呢是 control log this 点 name，假设是一千毫秒啊之后这个执行啊，一千毫秒之后执行。好，现在呢我们是一个一千。那么一秒之后执行一下。好，现在我们要执行的话，我们肯定仍然是要进行这个调用的啊，进行这个调用的，是 obj 点 say hello。好，我们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指向什么？一秒之后 join。那么这地方同学可能又有异议的。那么之前啊，我们 set timeout 的方法或者是 set interval，我们在进行测试这个 this 的时候啊，多半的情况下是指向这个 window 的啊，因为 set timeout 啊，它是这个 window 来进行调用的。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啊，我们为什么是指向这个 obj 了呢？啊，按照我们刚刚说的 this 的指向问题是指向定义时所在中域，那么就看我们这个函数啊，在定义的时候啊，它的当前的这个 this 是指向什么的？说白了，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地方进行定义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地方 this 是指向谁？很明显，这个 this 是指向 obj 的。所以说，我们在输出的时候，这个 this 也是指向 obj 的。它得到这个结果是 join，是这个 join。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方法啊，对这个对象啊，再进行一下改写啊，进行改写，先拿过来改写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用这个ES5 的这种定义函数的方式了，我们用 ES5 来表示什么呢？好，此时的话啊，这个地方啊，它又变成了什么呀？Window 啊，又变成了 Window。那么输出的话啊，我们在这地方输出的话，它是输出 Window 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认识指向问题的一个说明啊，希望大家下来之后呢，也进行一下这个测试啊，因为这一块呢，确确实实是有点迷惑啊。